面头前驾车飞官，阮白王妃，阮一子孙受伊滴，会当荣华富贵哦。哎呀，你老受哩哦，不懂，你会当掌权，汉室的江山。皇帝你无好我做，在七年前你是有道明君，三年后你变成武道。究竟大帅各朝子弟，实施妖计妖八虎。听官叔爷，说阮二十八宿枉侯将将性命，包括阮老爸也死，然后带兵要来抄家，带家眷会当离开京城。若说你无道，既然安排二十四名的大官，自从阮在迄个别水滩的所在，团团围住阮。我的三哥姚公孙氏的好功夫，会当一夫当关，拍退所有的官兵。别水滩的所在，要雕要三思的。阮这大大细细，如果若提起汉字，单拍四十；汉老单拍八十，若果着汉官不老实，阮拢头都地。阮这位兄弟遵守三兄誓言，三兄要讲，在迄个太阳山起义。今仔我咧在李良山的所在伫咧做差了，将为兄弟会当扶我为王了。在个李良山感觉是大事无比了。离开将为兄弟落山来四界看风景，希望会当解我心情，就是走啊。